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那个刚才我拍照的那个，它已经老化了，松了。然后我呢就用开水烫了一下，现在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了，缩小了，而且恢复弹性。哎，不要看这个水，这个有渣子，这是蒲公英的花。我们烧这个水是喝的，所以我就顺便用这个水，没有额外的烧。还记得吗？这个水我们喝这个，因为这个是去肝火的，我的朋友说有点上火了，我们再喝这个水，每天早晨很好。口有点发苦，又喝这个就没事了，纯天然的。谢谢观看，不要忘记订阅啊。这个都松了，松了呢，变硬了，然后放到开水里边，它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。这个金色的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所以我就没扔它。你知道，在新西兰这个也好几块钱，因为它都是进口的，新西兰不生产这个。烧开水。然后就把它烫一下，恢复以前的弹性，看没？